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化简这些啦。我们先看第一小题，我们可以用那个什么呢？用那个，互角公式啊，哦，互角公式里面的差角公式，就 sin alpha cos beta 减掉 cos alpha sin beta 就等于 sin alpha 减 beta 310减70。是240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180度哈，加上60度，这在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是正的 ，sin 是正的，所以这个是等于 sin 哈60度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二分之根号三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第一小题。我看哈，310减掉70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四嘛，240。哦，没有，这是第三象限，这不是第二象限，是第三象限。第三象限的话 ，sin 是负的，所以这里是负的，我搞错了，所以是二分之负，负二分之根号三，这个是在第三象限，第三象限 sin 是负的。哦，不是正的。啊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哈，看起来的话好像不太一样。那我现在的话哈，这个可以把它弄成 sin， 这等于 sin 多少？90减掉25了，58减26，这是等于 sin 哈，65度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等于，这个给它减掉360，445哈，减掉360，五，那这个是85了，刚好85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 cosine 哈85度了。那这样我就用那个合角公式把它给合并起来，就 sin alpha cosine beta 加 cosine alpha sin beta 就等于 sin 哈 alpha 加 beta 65度。加上85度，等于多少呢？哦，85加65，150啊，sin150。啊，sin150哦，是等于 sin 呢180度嘛，减掉30度。哦，这个在第二象限，这个就是在第二象限了。刚刚那个是第三象限，第二象限 sin 是正的，所以是正的多少？sin 哈30度了，也就是说是等于二分之一，第二小题是二分之一了。